姐姐不住了，再拿床费啊？哎，姑父了，还有姐姐了，再拿床啊？哎呦，这是你睡啊？就上那去了？谁呀、啊？谁在那里啊？谁上那里睡去啊？这是你睡。谁呀、啊？谁在那里、啊？在谁床上、啊？这里有床。这里有床。那在谁床上、啊？跟妈妈就说一起睡吧。哦，你听听，在妈妈床上一起睡吧。你这都可怕了，想那想起来说难了。你姑姑走了，你也跟着去吧。不要。啊，你不要。啊，你好。你说你别走了，在跟俺家，在俺家住不？你说。长个辫子，把这没那么都长了。你说姑姑啊，姑姑别走了，跟俺住下吧。你说住下吧。要。我等着你，你还真来了。妈妈。妈妈来了。有酒了，宝宝。还做买的啥呀？不是人家都下船那快，对面有个灯一照不敢骑、啊。不敢骑我。你也没穿了？我吃了，我不吃了。我吃着吧，我吃了。呀、啊，不吃。嗯，你没吃饭？我管我呀，我家干啥去？这都想走了。等你家来弄医院了。走，我等你，你等不来了就想走了。九点，我9点上班。啊。俺溜达玩儿，咱父亲也去了就。哎，对。对。怎么可以晚结了？你还上班下来溜达他下去了。对啊，你怎么还得动车？哪边不用动车就自己走一回去了？嗯。走都管。对。还是你近的好。你不叫你姑姑在那里屋住啊？住。我给你热点饭。好的。有菜。不吃，喝点茶。妈妈。给他喝点茶。我来个瓜子。姑姑奶奶高兴了不？谢谢你。你在住的吧？嗯，咱俩好了，刚才在一起住吧。在一起住吧。别走了，来哈你姑姑，你说这个汤是啥汤？这个汤？大肠烩的，辣的豆腐。你在喝着了吧？不辣的。我都给你热的。我等一下，我自己走就行。你妈，你看着吃走。我不吃饭了，吃饭得9点半。我妈妈不叫你。嗯。啊，9点半。你这得骑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。乖乖乖，还走呢。啊，再说说话吧，再叫来了。皇上，明天还得上班。哦，上班了休息吧，明天给他有空再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忙起来，外边没空了。好久没见了是吧？好久没见。哎呀，好久没见，都没有你啊！没有，每回都没有我了。每次也都说了，他没见会啊。我休息前天。那我休息的时候，你们不休息？对。我都差不多星期天休息，星期六不休息。嗯。对。每年才忙嘞，每年。那休息天天是旺季哦。对对对。买这玩意儿吧，给你买点吃的。我买的。人家没吃了，吃半天。你这来，吃泡面嘞，那给你吧。啊。那你吃饱了哟。阿祖，他吃饱了，吃的没啊？阿祖，问小伟的。嗯。问小伟。你自己问的你们。我在接他嘞，跟你哥都没在家，他回了家没法进家，都跟着上那地方的吗？上他家来了。你怎么的？阿祖了。啊。妈，你去拿下呗。没有。嗯，妈妈呢？啊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管着吧。拜拜。到时候上那边吗？啊，妈妈呢？嗯，不，有空再上他家去吧。